该是谁讲？然后对面就拿着发泡饮，我说这里是你哈，我说没有啊，没有加酱啊，结果是那个放在柜子上面的酱油倒。弄到这样讲，哈哈，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嘛，对，对，好笑啊，就是因为以后讲这个的时候想要有这样的老师，那李元老师很大，他的课都满，他说这么厉害，那我们上上看。然后全班都在那边这样这样，我说这会受伤吧，因为一直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就问他们怎么样，不会弄吗？反正就一个这样，吃饭这样，弄一下吃饭，他就一直往上打，吃饭下啦，他不懂啊，我刚吃饱，对对对，然后我没有，我旁边的爸爸妈妈都这样，这样子，你们分手就拿工就这样，坏的那种，他叫什么？坏的。不错不错，很厉害。就用手去甩，是装晶体电池的。我可能要上老师的课要教。你等下要不要好好学一下？下次再去打的时候，老师你看没关系。不是我专业。但是那样都好累哦，音乐好累。但我刚刚就唱综合有点伤神经。为什么？老师就在那边，妈好跳卡。又不上，我生气。我说我下次再也不要上老师的课。我跟你说，老师一直转，就很花俏啊，然后这样。对对对，我好嘞，我先上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又那么多好，真的，老师一直转的真的很头晕，我真的，一度我真的不想要给老师没面子，尤其老师也认识，我真的。老师这样转下去，我真的想要转到门口就直接出去了，跳到门口就跳。我真的要跳跳转到门口也跳舞台上把机门也推开了。真的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，因为没有内套，会头很晕。然后就会一直重复，他要进掉第一套、第二套、第三套，他最后都会把所有的全部加起来。就我们想要做基层运动，我旁边的妈妈，因为我想我都赢对，我旁边的妈妈，他已经不知道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他不是在这个时间，你好厉害，要对人闹，我一直在跟不上，啊，我都不知道老师在哪里，其实他就是这样把他造成一个果，因为是黑洞。上班上有要进去看那个画面，直接瘦啊！比坐咖啡还晕，而且那老师很棒，就觉得没什么，是啊，老师很胖，很胖，因为每天都在转，像现在又圆的那个老师，不一样，超过分。跳完又很痛，不是啊，等一下你们对啊，你们的确有底子，都还跟不上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跟他的课都没有上来，模式上很久了，都上很久，都上很久，都上很久。而且其实我有些有氧术语，我不见得马上可以提，什么嘴什么嘴很深的那个，我现在学会，我没有马上。哦，你说郑多燕对不对？类似那样类的，类似的。哦，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看过。我听说郑多燕很有名，但郑多燕的效果好就跟他效果没有很好，没有吗？对啊，我是说什么？那还要帮忙臂力操啊？来，老师我教。那个感觉会400公尺十大零售，是吗？谁理你啊？就是他们要控制你，有氧运动它只是。但是那个是讲要去把它捆起来，就是脚，然后一直推，我们用在脚上，就是耳拉，就是有些人跳跳就受伤啦，所以你唱的怎么样跟怎么快啦，那你不快了，人家就是受伤，那他就硬跟啊，就受伤，很多人都这样受伤。再下表演一下，不是瑜伽比较容易受伤吗？对啦，瑜伽比较容易拉伤，因为你跟不上，然后就很久了有受伤，可是其实不应该。啊、哦，好险啊！我学跳舞都没有跟。对，不行就休息。啊，太久没有跟我做问题了。然后就会偷懒了，然后喝醉酒，在学运动场。然后怎么撞的人就笑。我知道。
你还没毕业你就有跟我讲过这句话了。他不会，真的吗？是啊，因为你在那边要站烂啦，你别一直在那边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对啊，你这边有谁没有受过伤？什么叫做？